我是有一件事情要找你们商量啦。好啊，那等一下看你有没有空啊。你要在后面啊。那你们去吃吧，没事了，拜拜。好、啊，好，我们再联络。Yes, yes, woo, woohoo, woohoo. Hey, hey. 最近长久去给你，你走不回。好吧，走啊。哦，爸没注意。他说有事情要找我商量哎。哦，你们觉得会是什么事情？你到时候问他不就知道了？那我就不知道啊。你想要做一点心理准备没？什么心理准备？脱离单身的心理准备啊！啊？好了，我也差不多了，你们自己慢慢吃吧。我要回部队。啊？嗯。没关系，你们慢慢吃。秀明。是班长。不用那么拘谨了。放轻松就好。好，我要结账。哎、欸，秀明啊，秀明，秀明，哦，不用结了，今天阿姨请客，不用结了。阿姨，不行啊。对啊，这样子我以后怎么敢来？下次吧，阿姨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那就谢谢了。不过以后欢迎你们常来。啊，一定。那我先去结账。那我要回去了。你回去干嘛？那、啊、等一下，那长亭女生回来怎么办？那已经不是重点了，跟我们讲过了吗？那只是开玩笑的而已。开玩笑？那、啊、不然等一下干嘛？等一下我要帮班长把东西带回部队。爷，等一下回去部队吗？我怕等一下手机打给我，我手机还在养鸡场，有点危险。好了，你慢慢等电话吧。好吧，走了。林国亮，帮我拿一下。好，谢谢。邱又廷啊，走啦！啊，好了，小敏，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。我说晴晴啊，你是不是担心你学长来不来的问题？没有啊。好，还没有啊？那你跟他约几点？就现在啊。那他不是答应你了吗？对啊，说不定他遇到什么突发状况，晚一点到嘛。这还不简单，来，打电话给他就知道了。打呀！哎呦，算了。如果他临时反悔，我再打给他，岂不是很尴尬吗？说你这个人也奇怪，你平常这么果断的人，你怎么一碰到宋志强你就这也不敢做，那也不敢做的，就连电话都不敢打哦？哪有？既然他答应我会来，他就一定会来，好不好？那就表示他承诺你啦。那我跟你讲，不管天摇地动，他都一定出现。所以，杨小姐，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。走啊，好，我们走。走。哦，你是怎么开车的啦？你还怪我？你连方向灯你都没有打出来，你还敢说我？怎么想？啊、你不要开那么快就没有事了吗？你不要这样子啊！你这样子转过来开那么快，可是你没有打方向灯啊！那怎么样了、哦？不好意思。目前大哥，你看一下车钱多少钱，我先付给你，因为我还在赶时间呢、啊。拍谁？不行啊，我等一下叫警察过来，你还要帮我作证啊！拜托一下啦，因为我真的很赶时间的、啊。然后叫警察来啊！拜托你还是要帮我作证一下。你干嘛？干嘛？没事。看了。没事儿，来，
坐坐坐，走。哎，学妹。什么事你？你们认识啊？朱玉辉学长。玉辉学长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而且我们准备要结婚了。哦，原来你已经要结婚了。嗯。部队是哪个人这么幸运啊？他不是部队里面的人。你怎么没有跟我妈说我们认识？你还跑来相亲？你会不会太贼了？你不是也骗了我，说你有一个即将要结婚的男朋友吗？等一下，芊芊啊，什么叫做即将要结婚的男友啊？现在是什么状况？妈，我就跟你直说，这位学长他之前要约我，然后我为了要婉拒他，我就跟他讲说。我有一个准备要结婚的男朋友，学长，真的很抱歉，那时候骗你。那之后我请你吃饭，就当作赔罪。我看今天相亲，我看也不用了吧。学妹，你怎么不想想？我明知道被你骗了，为什么我还愿意来？我这样算很有诚意吧？有，芊芊，既然你说要赔罪，那就不如今天嘛。更何况你跟朱先生聊天，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呀，对不对？好，聊聊。不对啊，那等一下宋牌来了，被朱玉辉看到，我要怎么解释啊？我看学妹的样子。没关系，我还是先走啊。好啊，那就改天再约。哎，别，没这个事儿了。坐，坐下。既然来了还走，晴晴乖，坐，我们坐下。坐，你最听话，坐。晴晴乖嘛，哦，聊天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吃个中饭好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跟宋培说，叫他不要过来。天哪，他该不会在路上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强强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伯母，我正在跟您说声抱歉，昨天没有跟您老实说。其实我跟杨晴已经……已经什么？学长！学长，其实……哎，对不起，你干嘛那么不小心？我来。哎，没关系，一起来。谢谢。没事，你刚要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志强学长他会来是因为我已经跟杨晴在一起了。怎么不早说呢？其实我很大方，也很成人之美。之前一直跟你打听杨晴的消息，死都不肯告诉我。怎么？想看我笑话？学长，你听我解释。不是学长，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一起。
这样。是。那今天这顿饭……啊，抱歉，其实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情的。看来苏先生，我可能要再跟你赔罪一次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学长，让我跟你解释一下。我都不用说了。今天就当作庆祝我可爱的学妹脱离单身，这顿我来请。学长，你真的不用这样，这说好我请就让我请，而且我们三个难得聚在一起，还有我妈，那就让我请吧。不用跟学长客气，我很大方的。学长，不如这样子吧，由我来请客，毕竟我是不请自来的。好。等你这句话很久，幸运的是你，当然跟你请。好，应该的。照片有点像毛冠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快点！哎，小心车子！好。赵雅芝，我爱你，请嫁给我吧！真的是赵雅芝哎！哇！赵雅芝很跟得上流行哎，爷孙恋哎。年轻人，你有事哦？老人家，你才有事吧？你都这把年纪了，还玩这个花样？你想对赵雅芝哦？你这个真是蛮特别的啦，但你应该想给她惊喜吧？但是蛮惊悚的。哎，没有礼貌哦你！哎，这台车我用很多心思去做的呢。你认识我们家的赵雅芝哦？当然认识啦，我们是同梯的。旁边那个美丽的少女是我们的班长。哦，班长好，你好。My name is Peter， 班长，那麻烦你照顾我们家那个赵雅芝了哈。你们家赵雅芝？是啊。赵雅芝是你的谁？我家的媳妇啊。媳妇？所以不是你要对赵雅芝哦？不是啦，而是我儿子啦。哦。因为我儿子他太害羞了啦，所以我就代替我儿子哦，把要上赵雅芝哦。了解明白我儿子的心意啦。但大哥，你这个车真的很特别，我可以跟他合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等一下啊。不好意思哦，彼得先生，那个我们营区周边是禁止停放广告车辆跟拍照的，麻烦你的车子移到前面一点。哦哦，好好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两个。现在还是放假的时间，看是现在要回营区，还是要……我刚拍照，我对车子比较有兴趣。班长，我们晚一点再进去，顺便等同批的。好，那你们要记得收假的时间。嗯，好。东西给我吧。班长，你肩膀还可以吗？没关系，可以的。润，润司机在里面。班长，拜拜。小心啊！太酷了吧，钟浩信！快点啦，太白痴了！钟浩信，走慢一点啦！大哥，我们来合照。哦，好。哎，阿伯，我来，来，帅哥，来拍照，来，不是你了，不是，他了。哇，怎么这样？钟浩信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来，你在这里，在这里哈。不要等，我在这里。来，大哥是你儿子哦。是啊，他怎么不太一样？哎，我以前很帅呢，他怎么看不出来？没有礼貌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，我们看这边，一二三，好，来指了一张。好，快指，这样啊，这样，一二三，好，我要拍一张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来哦。
来，我们再动真一点，好好好。来，好，来啊，一、一、二、三，耶，好，下一张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很好，很好。辛苦你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好办法呢。我今天精心呐，这个准备这个就是要给这个赵雅芝 surprise 啦。很有心啊，他今天也是休假嘛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那你辛苦了，帮我照顾他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慢慢等，我们就好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拜拜拜拜，路上小心啊。好好，加油，一家人一家人，加油，拜拜拜拜。很衰，走在路上还会遇到你，等不到你出去是不是？在路上无所事事是不是？哎，路上你啊，在路上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的，是在等谁啊？干你啥事啊？你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带你来唱歌的啊，有家放假还不回家，可以笑哦。我可以笑，我哥来了。学长，你刚刚说迟到是因为车祸，那你怎么那么快就走过来了？哦，我把事情处理完之后，我就赶过来了。可是做笔录不是都要花很多时间吗？对啊，拜托你要帮我作证啊！好，这个谁要处理啊 ？OK OK， 两位大哥，不好意思哦，先生，部长大哥，不然你们都把电话留给我。然后看一下修理多少钱哈，我来出，因为刚才是我请司机大哥哈开太快才会撞你的车啊，拍谁的？啊，看修理多少钱哈，我来负责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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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说的哦，拍谁的？好了好了，可以啊 ，OK， 好，好。我们后来就私下和解了啦，所以。也没有叫警察过来，那就好。学长，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我妈她没有吓到你吧？啊，这没什么，这跟我们部队那些新兵的包比起来，这小意思。不过今天还是要谢谢你。其实我本来要跟玉辉学长说实话的，只是你跟他说实话。他也不见得会信啊，那还倒不如由我来跟他说，也许也可以减少他胡思乱想的空间啊。那你觉得他会帮我们保密吗？如果他真的到处乱说的话，那
那的确挺麻烦的。那你觉得我们要承认还是否认？你觉得我们要承认还是否认？承认的话是你帮我，否认的话，如果被玉辉学长知道了，那他不就觉得我们两个在糊弄他吗？真的很两难。的确是还蛮两难的。我知道了，那就像我妈说的，装傻，我们装傻到底。其实讲到伯母，我对她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希望她不要生气。不会不会，她那么喜欢你，怎么会生气？我跟她解释一下就好了。那就好。嗯。哎，学长。你申请去美国受训的事有进展了吗？我前几天才收到报告啊，但是还是要再测验一下。嗯，毕竟是海军挑选人选到美国去受训，所以还是要检测一下，看我合不合格。你一定没有问题的，祝你顺利。谢谢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嗯，啊不，要我开车送你吗？啊，没关系啦，你就先上去陪妈妈吧。嗯，你自己走就可以了。那好，那就拜拜喽。拜拜。我知道你今天休假，我想趁妈妈带客人去看房子的时候跟你聊一下。
来，帮忙宣传啊！来来来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好来，帮忙帮忙宣传啊！来来来来来，麻烦宣传。哎，公主的女儿小仙姑，你也来当兵哦？哦，哎，小仙姑啊，啊，你那个跟那个雅芝的感情好不好啊？还不错啦，她是我人生当中交过最无脑的朋友。哦，哪有无脑啦？她只是装无脑而已啦，其实她很聪明呢。叔叔，你该不要说她是大智若愚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你有读过书呢，小仙姑。她喜不喜欢吃鱼我不知道，但那肯定是弱智啦。啊，不过他没什么心机，很好相处啦。啊，对对对，他就是没有心机了。我就是最喜欢他，我从小到大哦，看到他长大，我就是喜欢他的个性啦。我们大家也很喜欢他。哎，你们都是同一个连队的哦。哦，麻烦你们了，照顾他哈。好。哎，小仙姑，哎，你帮我看紧那个赵雅芝哦，不要给别人家的男生给追走了哦。啊，如果说。他跟我的儿子如果结婚了，我一定包很大的礼给你呢。我爸爸可以盖公庙，我有红包可以拿哦。当然啦，通通都有啊。哦，那可以考虑一下哦。哎呦，帮忙啦。哦，可是叔叔，你那个车子太夸张了啦。啊，我这个车子哦，哇，我用了三天两夜把它做好的呢。真的假的？对呀，晚上还会发亮。两个在一起哦，不要你讲话。怎么没有讲？你惊讶什么？一个人弄哦，当然一个人啊，晚上还有人发亮呢。沈叔叔，哎，雅芝，照片弄成这样子啊？你要放大跟我说，我有更漂亮的。哎呦，叔叔就是那么一张漂亮的嘛。傻子，是你哦，真的假的啦？当然是我啊，会。我爱你，请嫁给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女主角来了，我们回去回去。本仙姑可是要回营的，九十八七十皇女，加油！走走走，叔叔拜拜。OK， 再见，拜拜，小仙姑，拜拜，再见，麻烦了哈。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走了。有问题要打给我。哎，沈叔叔，因为今天收假，我要先回部队了。哦，叔叔哦，有一些事情想要跟你商量呢，给一点点时间呐。那车子可以不要停在营区外面吗？头天人都会看到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把它移到前面一点啊。雅芝。刚刚跟你一起坐计程车回来的是谁啊？老鼠哥。老鼠，哦，他的外号很特别呢。啊，你跟他感情很好、哦。啊，你放假不回家都跟他在一起啊？还没有跟他在一起嘞。帮他取名叫老鼠，是因为他獐头鼠目的，同梯的不熟啦。跟他搭计程车是为了省钱。哦，这样哦。嗯。好。还有陈叔叔啊，那个车子啊，不要开着到处乱跑嘛，这么花俏，我也会害羞哎。等下回去的时候，同学一定会笑我。雅芝，啊，你在里面当兵吼，啊，那么多的男生，叔叔当然会担心啊。啊，我们家那个欢欣又那么害羞内向，我不帮他，啊，我要帮谁啊？我当然要帮他宣示主权啊。告诉大家，你已经名花有主啦！不用啦，我想好好当兵，才来照顾我妈妈。哎呀，也不用了啦！你看，叔叔的果园那么大，地那么大，你不用担心啦。如果你跟欢欣结婚了后，也不用当兵了啦。我想靠我自己的力量啦，妈妈也同意呀。妈妈有一天会老，她一个人，她真的需要我照顾。我可以照顾啊，啊不是了，我说欢欣可以帮忙照顾你妈妈。如果结了婚还要夫家帮忙，我妈跟我说，连自己都照顾不了，怎么去照顾别人呢？哎呦，雅芝，虽然沈叔叔不了解你的明白，但是我还是懂啦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你放心啦，那是你妈妈对你要求很高，我相信你照顾别人哦。比叔叔照顾别人还厉害，我放心了，我放心了。
沈叔叔，我现在在受训啊，结训之后下部队啊，一签就是4年，而且还要24个小时待命的。哦，啊，不然这样子哦，啊，下次放假的时候，你可以那个换青哦，去约会啊，聊聊天啊。哦，但我现在真的比较忙，而且我还要建测楼，这个头怎么漂漂亮亮的去约会啦？啊，你的意思是？不想跟我们换青出去约会哦？哦，不是啦，不是啊，是我真的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比较没有时间。哦，啊，不然这样子哦，你结训一定会放长假嘛，哦，啊，你跟换青出去玩的所有吃喝玩乐的费用哦，通通包在叔叔身上哈。啊，你的薪水哦，要保管好哦，要存好哦，要交给妈妈。哦，好。时间不早了呢。要早点回去哦，啊，不然那个班长哦，100亿元的呢，很机车呢。哇，叔叔你很内行哦。嗯，叔叔以前也是当过兵啊。哦，我以前调那个单位哦，我那个班长叫我们趴在地上呢，用爬得到大门口呢。我还以为这个单位是进去之前要做法会呢。什么意思啦？没有啦，是叔叔胡说八道啦。走啦走啦，我载你回去。叔叔谢谢。谢谢。民居限速20哦，谢谢。后车厢麻烦。文爸，请。班长，哎，王爸爸，左班长啊，哎，不用叫我班长，叫我学文就好，朵拉都这样叫我的。哦，你好啊，你好。但现在不好了，我想请问你哦，为什么前面那台车你检查的这么仔细，而我这台车你却直接放行了？嗯，因为你是朵拉的爸爸，所以我……所以你就直接放行了？你这什么观念啊？做事没有原则，不遵守规定。行事两套标准，执行卫哨任务，认真，但是不尽责。你不能因为我是谁的谁，你就乱放行啊！如果改天被督导到，连我也被你害了，你懂吗？不是啊，潘爸爸，我只是做人比较圆融，所以我你还理由啊？赶快把车子啊好好检查一遍。报告是。好了，那证件呢？哦，谢谢。哎，潘爸爸，你以前也很帅哎，怎么雄赳赳气昂？好了，昂的。潘爸爸，我再提醒一下哦，我们营区限速20公里哦。潘爸爸慢走，开车小心啊！来。
你这隐形眼镜不用清洗就可以戴上去了吗？这不用洗啊，很方便啊，放进去就可以达到最高的清洁效果了。哇，这么厉害！你待会要回营区啊？对啊，等一下就要回去了。别看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要说什么？我回去会跟他说，问他要不要来家里吃饭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哇，晴晴，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。我什么都不用说，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们真是母女连心哦。拜托，你这几天每分每秒都在提他，我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哎呦，晴晴，打铁要趁热，你再这样拖下去，你不怕对方冷掉吗？嗯？好了，我要回营区了，来亲一个。哎，嗯，好了，你要不要送我啊？你自己慢走。先生你好，请问有需要什么吗？可以帮你做介绍哦。哦，你好，我想说中秋节快到了，我想买礼物送人，可是我又不想只买月饼跟文旦而已，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？那我们公司有新推出一组2018年的中秋礼盒，要不要参考看看？好啊好啊。这是瑞典设计师设计的蜡烛，带有浓厚的 Scandinavian 斯坎地纳维亚设计风格，强调简单的质感生活。尤其这上盖以星芒夜空为背景，搭配皎洁月光为下盒，传达在清澈星空及一轮明月，将原本的寂静森林点亮各种愿望与祝福。送礼自用两相宜哦。它味道很好闻哎。对呀、啊。它有名字？它名字叫做圆满手幅。圆满手幅。对。好。所以这样子是一组吗？对，这样是一组。好，那我就买这一组。那我再拿一组新的给你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爸，家里一切都还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但是有点花会更好啊。哎呦，爸，你干嘛挖苦我？你就也知道，我就真的在忙啊，我要在营区留守，还要跟同事聚餐。是是是，你这个借口4-5年前我就惯用，少来那套啊。不过把话说回来哦，你们连上那个班长周学文啊，他在大门口执勤，你叫他小心一点。啊？你看他这么说，他就懂了啦。他看起来像是个聪明人，不过聪明容易被聪明误了。哎呦，爸，他这个人就是爱闹，的确有时候会耍耍点小聪明了。既然是自己的同事，稍微提点一下了。哎呦，爸，你都已经退伍多久了？你住海边哦，还管那么宽？我当兵当了20多年，啊，什么事情没看过？不过，偶尔也会有事情看不过去的时候。我们把话说回来了。哦，那个周学文自从他知道我是你爸爸之后，对我的态度就改变了，是不是因为他喜欢你啊？爸，你怎么说到这啊？我是个明眼人啊，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手下人是很难兴风作浪的。是是是，我老爸最厉害了。说起来是真的呢，你给我小心一点。小心什么？小心被人家骗了，小心什么？你潘有义的女儿像是会被骗吗？像。哦，爸。啊啊啊！不聊周学文了。你们连长要亲自打电话给我，说你很欣赏你们连上新来的排长。爸，我们连长亲自打电话跟你说这件事哦。
没有啦，我只是觉得宋牌他是一个表现很好的军官，值得学习。哦，所以你要去考军官班，就是跟他有关系啊？不是啊，爸，你想到哪了？就真的只是学习学习哦。他带兵带心，是个值得学习的对象。他本身又很以身作则，真的啦。真的，真的没有其他的因素跟成分。我发誓，100%确定、肯定，真的没有其他因素，没有其他成分。哦呦，爸，你不要像妈一样那边胡思乱想啦。哎，那是我们对你的关心啊。你要当兵哦，就专心当，不要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啊。爸，你今天就这句话最中听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父母对你的关心哦，肯定是有压力的，你可千万不要觉得烦啊。好啦，知道啦。可是爸，你也不要一天到晚来营区报道嘛。你放假就回家，我们就不会常来了。好，我会回去，只要有空，好不好？干嘛那么客气？伯母，中秋节快到了，这应该的。这什么？好像、哦。圆满守福。圆满守福。这是瑞典的香氛蜡烛啊，而且你看，都是纯自然的哦。嗯。点起来会有森林的味道。哦。而且中秋节点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温暖啊。啊、哦。中尉排长，阳性报告。请进。突然集合各位，是因为北营大门口附近啊，停了一台宣传车，作风很高调，上面还有赵雅芝入伍前的照片，要求跟她求婚呢、啊。求婚？是啊，我反应的时候那辆车刚好到，不过我有请那位先生把车子停放到远处，稍微了解一下概况，就跟辅导长你说的差不多。我听说是求婚者的父亲亲自来啊，是吧？是的，宋牌。那辅导长，后续我们处置为何？这个事情呢，大门早就已经通报了，我想上级已经知道这件事情，而且开始调查了，所以我想先了解状况，避免上级询问时无对应之策。另外，我也会约谈当事者，我也希望你们可以随时注意新兵的心绪，避免负面想法产生。那这个人呢，是属于个人行为，我希望你们好好处理，不要发生冲突。是。最近连上女兵有没有其他问题啊？报告辅导长，最近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虽然他们这一梯的女兵天兵特别多，不过凝聚力也特别好，所以一有吵架，其实很快就和好了。去哪里？报告排长，我要速跑。回来，这里速跑，毛病一堆。如果啊，我们可以读懂女人的心，然后知道她们在想什么，那就好了。你该不会有事瞒着我吧？他们还在找你麻烦哦。姐，这件事你就不要再管了啦。他们真的会让你当不了兵。我已经跟他讲过很多次了。我要现在找李淑静。我们就是只能当朋友，请他。就是放弃，我要用我的秘密武器让李淑静心动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都听不懂，我到底要怎么做她才会懂？我一定要说出那么直接的话，一定要伤害人吗？我真的不想再伤害人了。群起男生的面子就靠你，就又挺，就要挺不起来啦。丁丁，李淑静做第一次投职，投职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当不了受伤代表跟我说的话？军职是最好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，让自己尝试一下别人眼中女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那个眼神坚定、一心一意、只想求表现的李淑静，去哪里了？